把那个张开。哎，没关系，应该没关系。因为我想说站后面你可以这样。来，哎，很棒哈！来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哎，刚才接着之后，活出爱，对吗？大家觉得吗？大家，恭喜答对，我恭喜答对。好，那我们一样准备一个掌声给你，谢谢。谢谢。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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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因为十一月感恩的季节，我们就带来这个比较温馨感恩的歌曲来跟大家共度。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第一首叫什么？美丽，谢谢依你哦，美丽，好准备哦，没关系。照顾之下，在今天的巨人团队真的是我们吃饭很有福气，因为有你们，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整个的跟很有朝气，很有活力。因为如果没有你们的话，在做团照顾我们的话，真的会受你很大的影响。因为我们老师要除了照顾这些孩子，我们的声音很大声，没关系。因为照顾我们这些孩子，其实老师的体力就有限，可是你们在旁边周围，给我们力量，给我们支持，让我们往前走的力量更稳固，更扎实。就是因为你们在旁边一直在支持我们，让我们的孩子享受到很好的服务，他们在第一时间能够不要可怜，不要可怜我，请你帮助我得到能力，甚至会钓鱼卖鱼。我们每一次都在训练。理念，希望我们的学生活得很快乐。虽然他们是生障的孩子，但是他们也是一个个体，也
是要被人家尊重的，给我支持，给我力量，给我机会，他们会越来越好的。我们从很多的孩子刚开始出来说搞不清楚怎么一回事，可是我们要他是舞台，一个掌声，一个拍手，一个眼神见到他们，我相信他们活得很自在。为什么？他要是掌声跟肯定，长期下来他们所面对的都是挫败，别的眼神不言不屑的眼神，或是被妈妈，或是妈妈的心情也很苦，所以他们在这种气氛都不是快乐。可是我们的笑声，我们的接纳，给他们的感觉是很温暖的爱，让他们觉得很有力量，很有支持走下去。这就是因为你们的关系，苏瑞姐，我觉得很佩服苏瑞姐。我们每一次需要她，一定是冲淡前的，不仅是人力潜力都是大力支持我们，让我们觉得很倍加温暖，走下去的更稳定。因为有你们真好，谢谢苏瑞姐。Yeah!
我的一个朋友的小孩也是在十方黄奕佳，哦，黄奕佳，对对对，所以我对十方不陌生。对，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就叫爱佳。我先谢谢那个思薇姐给我机会，就
活出爱。谢谢，在这里，感受到很多很多的爱，社会还是很温暖的。秋莲，好，很感谢啊，因为之前我们是透过狮子会去十方做一些那个圣诞节的活动等等，可是今天是另外一个团体，尤其来自于苏瑞姐的这个志工快乐志工队来这样子的活动哦。我感动的比较深刻，因为前天我是陪两台游览车的老人出去玩，可是很多人看到这些小朋友都可能被忽略掉，而进来的感受深刻，说不管大社会小社会，我们透过每一个人的力量来去帮助他们，其实也帮助到自己，也帮助到小朋友，其实最快乐的是我们，我就觉得这是我们快乐心分享给他们，这是一个小小的分享，谢谢大家。理事长我们从理事长躲在后面，我赶过来的，对但十方的这个工作伙伴啊，然后我们苏瑞姐姐，还有大家志工，还有我们这些小朋友啊，岁末欢心的啊。那今天有这个荣幸啊，来参加这个盛会啊。那除了心中有一个爱以外，就是我心里有一个理念，就是要及时行善啊，因为岁月不饶人啊。如果要等到赚到很多的金钱再来做善事，有时候那时候已经白发苍苍哈，人已经快要老去哈，所以趁年轻的时候就赶快来那个做一些属于快乐啊，属于这个善良的事情啊。那十方这个团体哈，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十方这个团体啊，就是在这个台中市有一次。庄严普渡，哦，我们苏瑞姐姐载很多米，哦，一间给十方。我记得那天说你们那活动结束就要载米，去你那边啊？对，在哪里？在高铁那里哈。那时候我就感到十方是哦，原来苏瑞姐姐说十方就是一个慈善的团体哈。那今天，苏瑞姐姐说，谁动你能够参加这个活动来吗？我说。我本来是要上班，但是我今天特别请假。请假，我在台电公司上班，那请了一个假，除了这行善之外，就是心里充满的非常的爱心，哦，那希望我们这些小朋友，哦，希望能够健健康康的，哦，刚刚我们主任所讲的，不是用可怜的这个一个心态来看这些小孩子。是用一种用心散发出来的爱，哦，来关心他，哦，那他们这些小朋友才会得到真正的温暖，哦，这是我们所得到的，是的，谢谢。我们几位先回座，来，没有啦，就是历年来参加，每年都来参加，可是每年的感受就也不太一样。可是我觉得后面那个活出爱那个感觉啊，我觉得那个好感动啊。然后呢，就是比前面第二首歌，就是第二首歌，我觉得真的超感人的。然后就觉得那个气氛啊，那个氛围啊，就觉得那个跟这些老师还有主任说谢谢，真的辛苦你们了。别人姐姐，那要加一个姐姐。谢谢十万的主任老师，你们的爱心跟耐心跟专业，让这些小朋友健健康康的成长，感恩你们，谢谢。首先谢谢主任这么辛苦带这批这么的不一样的孩子啊，看到他们刚刚的表演我很开心，他们很快的，不会因为这样子就有什么的不一样的地方，就都是这些志工们的辛苦。那我们很谢谢苏瑞姐给我们这个机会，有可以共同参与，谢谢。谢谢主任，我们各位帅哥美女，哎，老师好，大家好。哎，真的，一年，我已经参加第二年了，可是就是说，感触很多。
去年来的时候，哎，你这些小朋友，你真的非常非常棒。啊，今年又新了这么多，大家更有这个对，有这个主任跟这些老师，我们这些老师用心的这个耕耘，用心的栽培，用心的在教导哈，所以使这些这么快乐的小朋友，大家都活得很快乐，活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开心哈。很感恩我们十方哈，今天有这么多的这么好的这个老师来教导这些哈，很用心，感恩。好，请回座。还有吗？好，那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一定要马上说，不然我等一下忘记，现点紧大了哈。你们刚刚有没有发现我们那一台机器今天一直是很生气？我刚刚跟主任讲说，请他去雇一台，或者是我们帮你买一台，我们带出来的。好，啊，由我们再来，我们快乐之风行善再来处理。好啊，如果你们自己去找的话，看多少，或者是我去帮你找也可以。好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。我有一台，我直接赞助就好了。年轻的，一台也可以唱卡拉 OK，也可以当麦克风。全新的，没有用过，全新的，对，太好了。我再拿过来给队长。你看，处处有温暖，我们再一起上十方，做见证一次。OK。好，那耶，很开心。然后我们呢，因为怕小朋友待太久，所以我们现在我想说，我们的老师很辛苦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有给先讲小朋友，又给所有小朋友一份礼物，小小礼物，他们很辛苦走到这边来，对不对？死不要脸！这个小女生，不对，小那个，对呀，我靠，还有两位，来，谢谢，来，谢谢，来，看到没？耶！这一些呢不是我送的，是我们有一位翁理事长送的。他今天本来要来，但是他临时有事不能来。好，然后呢，再来是女生的小朋友的小小女生，小小的，我们的小女生先来好不好？好耶！因为要是女生嘛。因为我怕弄错了，我用那个娃娃。然后最好最可爱的，很巧合的是一件事，他的围巾跟他的衣服一样颜色，这么巧，耶！给你，谢谢，没有说谢谢，然后谢谢谁？淑薇姐姐，淑薇姐姐，谢谢，一起照相好，一起照相，感谢你带他们来，感谢你们，不是有五位，四位，有后面一个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他娇小，啊，主任，我有特别留，怕拿错，因为主任更辛苦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更需要漂亮年轻。所以我给他的是保湿化妆水跟保湿乳。哇！金老师永远水水的，主任水水的。耶！然后接下来呢，还有一点很重要的，各位请呢，跟你们喜欢的那一位也好，大家。